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地理乃至物价水平高幅度上涨，所以对于64年度的民宿宽景的标准客数啊，就居民啊，那我们就幅度啊是以往为大。那么这个包括呢，就是民宿提高每平3000，宽景呢是提高每平3000。另外标准客数啊，有在组织规划里面的标准客数啊，有9000到15000块钱，我们现在提高6000块钱，有15000块钱到21000块钱。这个还不够，我们第三方面的这个条件是加一个薪资的这个特别减酬，我们希望在这个司法修正案中间增加一个薪资准备扣除，就是到薪资的10%扣除不算在这个楼层里面计算。那么最高呢，就是算是扣除掉12000，就是每月可以扣除1000块钱，也就是换句话说呢，就是最高1000块钱会扣除在这个里面。这个是这样，就是单项的措施扣起来的话，那么所以大概如果是每年的薪资负担在86500块钱，就有的人呢，那么他可能没有户口之家，没有这个税负的负担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这个刚才所说是64年度，为63年度啊，所得税条例已经在去年通过了，我们为减轻这个今年的负担的话，我们把免税额跟宽减啊多支一下3000块钱。就这个一方面的话，就是以往是没有过的，就是接触居民的特别关心基础的人的负担的关系，也在增加一个。就是我们今天又会通过的这个方案呢，就包括64年度所得税税率条例，还有63年度所得税税率的修正案，以及还有有关所得税法的修正案，希望在下一次里面会通过之后啊，